终于一梦，好机会，打门，漂亮！比赛的第61分钟，比分变成了2-0。打门，球又进了，4-0。抢广州恒大队员的脚下球，只有当广州恒大推进到自己禁区附近的时候，看看啊，机会不错，打门！广州恒大先下一城。总之来讲，艾克森这个队员啊，应该已经算是水平相当高的。哎，后点。机会不错，头球再下一城，广州恒大。恒大张琳芃的助攻，危险！哎呀，你看看1-92，第三轮开始打上主力，看恒大这个反击，看这个球到门前，好机会，打门球进了。下半时比赛刚刚开场3分多钟，一样把球带得很舒服。但是传球，你看，往往能够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阿尔克森打门，球进了。啊，正是这个。勇敢拿球，力量恰到好处。没错，真是好。又扑过来打门，门将米田赫虽然扑了一下，但是。哎，这个球进了。比赛的这个头球抢得真漂亮，带球呢又没有受到富力太大的干扰，海丹车连续的变线，哎呦太漂亮了。大卡这三个人呢，穆里奇给没有越位，埃尔克森又进球，哎呀第13个。对，这么狂被对手围在禁区边攻，真不是一件好事。哦，麻烦啊！果然的，就说就差这一点。给到中间偏后，头球呀，好球！还是高空投吧，二十分。还是稍大了一点。穆里奇在长远的禁区里面去投球，投进了。希望不要丢太多。这边又来了，又是。穆里奇过来，又再过再传，顶住了，再拉过来，穆里奇，哎呦，3-0！那就交给你。对，恒大呢也攻不进去，恒大谨慎啊。扣过来再来一个，漂亮！就系张林鹏俾翻关卡，交翻俾张林鹏，张林鹏俾翻嚟中间嘅位置，一趟埋去，3-0。正常，因为有的球迷会拼这个金啊，金子的金，不是金子的金。好的。好的，哎，漂亮！来了，穆里奇往里面走，但还要透入人。艾克森，透入人，孔卡，好球！漂亮，好球！也估计出于没办法，因为毕竟杀一人，谁知道他上场？那球，又艾克森，漂亮！孔卡在中场拿球之后，两个边路穆里奇和艾克森这种速度，又一个漂亮，艾克森。两个进球，再看一下这脚球漂亮。对方的门将尽管已经快速移动，但是仍然没有把这个球拖出去。这个球你看他抽起来，这个球对，迅速的下坠，看，穿裆过人，往门前传，漂亮，4-1。阿尔克森来，漂亮。到风景，好的，这个是穆里奇的机会，穆里奇怎么玩，穿裆过人，再给二三三打你，这个呢真的，哎，这是个机会，这个球没有问题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头球，哎呀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放弹球，守门没有任何的办法。比赛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，广州大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抢这个点，一下就摆脱了他的防守球员何大成。所以实际上我们阿尔克森打冠联赛的第5。效率方面呢，距离这个中超进球纪录并不远。对，应该说他呢，哎，看这机会打门，球掉了。阿尔克森再次的打上去的到连线的位置，又跑得很多，跑到左边去。孔卡就相应的去到中间的站位，埃尔克森中间传球没有越位，埃尔克森面对门将过掉了，打门，3-0，埃尔克森进两个，
这个外援啊，包括赵旭日的这个串联。对，这下球拿的太舒服了，简直是啊！这是连停带过。对，啊、射门呢也非常的冷静。最后射门这一下，这个不得不说，埃尔克森确实要比穆里奇。郑智上去了啊！哎呦，这脚外脚背射门漂亮，进了，漂亮！这是歪打正着。这孔卡从中路往里渗透，好球啊！这是个机会，穆里奇，穆里奇空门，还有、球进了，漂亮！穆里奇他速度非常快，对方后卫挡了一下之后，球弹到了中路无人区。埃尔克森跟上，现在啊，半场被里皮是一棒打醒。看看这个球啊，长传，埃尔克森拿着球，打门，好球，进了！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呀、更加的得心应手，但是肯定不敢那么去打。哎呦，哎呦，球进了！门将脱手啊，这个江苏舜天认为埃尔克森有点冲撞门将的嫌疑，对。但是我最近看了他回法国之后接受了采访，还有这个处理球。哎呦，这个是太大意了！吕鹏在追埃尔克森，被逼到底角打门，漂亮！埃尔克森中超连。这次孙祥的上抢很果断。好、没有越位，但捞球的机会。海尔克森，哎呦，做守门员，空门啦，打门很轻松，4-0，锁定胜局。海尔克森给扛住，对，但是现在你看埃神这身体啊，整整比李伟峰壮一圈。海尔克森亲自主罚自己创造的这个点球，这球看能不能打进啊？没有问题，角度很刁钻。这边很多球迷看到，让我们再介绍一下首发好了，要不我们等到这个15分钟的时候再为大家介绍一下。好的，先看这个球，机会到了，球进了。哇！比赛进行到这事儿的留言应该都在汤圈那边。哎，好机会！穆里奇给到一个神助攻。好，哇，球进了，乌龙，乌龙。应该是张继阳还是谁？迪亚曼蒂这左脚刚一抬起来，张继阳就要往上扑啊，就去打了。对啊，好球！哎，这一球传的。啊，球进了，这个球传的。哎，有机会了，好进了！16球只有上港队现在是不接住外援来踢球的。没错，这个你像他那个后卫，两个中后卫一般发多，并不是实力很强的外援，但是他并没有更换。上个赛季，哎呦，5-0。埃尔克森啊，果然威逼不振。这个我相信广州恒大还会接着进球。埃神最近状态极好，来面对金振炫，金振炫刚刚复出，大门球进了，轻松打进，获得一个主场优势还挺好的。先看迪亚曼蒂，球传得很好，漂亮，3-1，埃神。另外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罗晋啊，当然也只是某些时段，而不是说连续看多场比赛。哎，这个球啊，哎，应该是已经加油喜事。再来看一下这次防守，二号将庄家杰补过来的时候啊，已经晚了。杨立生右脚兜得不错，这东西啊，90分钟呀，雷内一个。哎，孙祥的这个矛盾问题，我估计哥俩现在也都周挺骂了，退票了，怎么样？非常轻松。我们追寻的是恒大冰泉在全国的销售价格。是，哎，哎呦，今天换赵露呢，就来看看河南到底有多少次。好，漂亮，漂亮。进了啊！进了！开场2分半钟，恒大队获得角球，抬起来，这是这一点竟然啊再补球进了。
埃尔克森来主罚这个点球，在双方常规时间还有一分钟的时候，点球罚进。埃尔克森来主罚这个点球，看一下，邓小飞今天表现非常的出众，能不能扑出这个点球？哎呦，邓小飞已经扑到了，但是这个球没有改变球的球权。打身后，埃尔克森等到了，又有了，3-0。再掉向禁区，后点打门，破门出去了。那么有球迷提示我们啊，最难相遇说到，刚才埃尔克森好像最后一下没有越位，漂亮，哦，世界波，哦，这个太突然。看看恒大这一次的进攻，雷内送一个直传球，外围直接起脚尝试，这球上路只能将将的把球拼到，好，后点，3-0，哦，戏法的一个表现。这个位置对于埃尔克森来说挺舒服的，哎呦，漂亮，球进了，果然又是世界波，埃尔克森6-0，这个积分就将增长到50分以上，就是51分。到禁区打门，球进了，是被球迷戏称为人生赢家。再来看看这一侧，迪亚曼蒂，迪亚曼蒂的球传得非常转，3-0。给大家建议就是，如果大家看高清的应该没有问题。辛凯利斯后点，两个，这个球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。看这个传中球质量怎么样？吉拉迪诺在禁区里面准备倒钩，勾回来，再勾回来，大门又进了3个。埃尔克森。轻松罚中，卡啊！洛里生，哎，再来，哎呦，球进，球进了。边路的空当比较大，迪亚曼蒂这个球停的不是很舒服，但是强大的控制力还是把球拉回来，到原点，危险！哦，这个球真的要小心。下半场比赛如果上了张文钊，肯定会上。漂亮，世界波，漂亮，谁呀？球掉进来，头球，漂亮！前点的鱼，又是高拉特吗？应该埃尔克斯尽快的把比分扳平，所以这个进球来说，对球队的士气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。是在上场的时候，埃尔克森努力的在。赵林转身转得很漂亮，传进去打门有了，哎呦，1-1，哎呦，这个球来之不易啊！74分钟，失误啊！1-0。这下中路埃尔克森有了，你看这球，这就是姚埃尔克森近角直接射门，打进了，直接射门，因为今天张路的右边这特鲁西埃啊，此前呢也是有过中超的执教的经历，而且对亚洲足球呢是非常了解的，曾经担任过日本国家队主教。球进了。前点争抢，脚背的一个垫射啊，把场进球的慢动作的回放，还真是垫得漂亮，哎，用的这个脚法也是恰到好处，有一脚吊射，让孟晓峰也扑出，看看机会，有了，埃尔克森，爱神啊，这，再看啊，帕帕多普洛斯，看球了，人丢了。可能裁判考量到是埃尔克森在控制着皮球，对，基于这个考量呢，可能觉得金中指之下，所以判罚了点球。埃尔克森打门球进，这是他复出之后的首粒进球，比分也变。哎，埃尔克森再扣过来，有机会，还在扣，打门，哇，球进了，比赛完全是个人能力啊，是埃尔克森踉跄的，他的角度，包括这一次过人的这种重心的调整。对球门的感觉，哦呦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进球，太重要了。高拉特把球抢了下来，队友再交给他，高拉特中楼再给停球转身，看看机会，球进了，漂亮，切入，我们来看一下高拉特给，看看这个球，中楼漂亮，好像还是穿裆过人，这个球让我想起了博格坎普当年那个过人，再看，漂亮，哎呦，这个球
这完全是一个锋线球员的一个灵感。对方的后卫想要一人，但是被穿裆了，然后外脚背，右脚外脚背的漂亮的破门，对方的中卫二号萨勒明刚才这一下人从他的左侧溜过去了，但是球在哪儿呢？I prekrasni poena, jak se bojnjur, i veče rezultate, e pokočenju. 原来自迪亚曼蒂在对方禁区造犯规获得点球，他也在。角度这球再来看打门，二。再来看一下，果然，这个门球开出来之后啊，后卫趟的有点好球。高林面对两人的假抢断球摘出来之后，弧顶的配合，机会打门漂亮，世界波。从边路仿佛是大鹏展翅一般，用自己的右脚将球倒钩打进。看来今天恒大是注定要抢头条了，在没有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球。随后外援阿兰的盘带为恒大赢得点球机会，埃尔克森操刀主罚扳平了场上比分。不过恒大全场广州恒大在上半场就早早奠定了胜局，相比于轻松的比分，或许斯科拉里更看重的是